真的蛮特别的、啊。就是电音啊，就最近流行很多那种 EDM 的歌曲啊，电音的歌曲，就是搞死我们做乐团的。因为其实对他们都是用电脑后置，然后我们都要自己这样。老师很忙的。对，你看老师其实才30岁而已，看起来像50岁，头发都白了，神奇。30 years old, look like 50 years old. Our keyboard, yes.Because the music is hard to work. 哇，你讲得好，还不错吧？真的，叫。Yeah. 好，那就送给你们这首。